那么尽管说面临政府的强拆打压，最近呢有一份调查报告说了，中国将要在15年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那么这份报告当中还说，到了2030年，中国的基督教徒还有天主教徒的总人数将会超过2亿4000万人。我们下面呢很高兴就要通过 Skype 的连线，我们要请到的是这份报告的撰写者，也是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杨主任来我们谈谈。杨主任您好，我们先来看看您这份报告。我们看到中国主管国家宗教的一些官员呢已经提出了反驳，他们认为您的预测并不科学，简单谈一谈您是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预测结果。我觉得宗教官员在没有看到我的具体的研究的前提下，就是说不科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说这个没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其实我的推测都是根据基督教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来进行的推算，我是采纳。这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就是在中国目前，2010年有5800万基督徒，这个数字是来自于Pew Research Center 在2011年所做的全球基督教报告，其中提供的数字。我们知道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基督徒，有的人说是已经上亿。对，那我觉得要采用这个比较低的估计，就是5800万。那么在计算从1980年以来这个年增长率，因为在1980年前后的时候中国有300万基督徒，这个增长率年增长率就会是10%，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继续增长的话会非常的迅速。我又宁愿选择一个更低一点的增长率，就是从1950年到2010年的增长率，这是7%，按照7%的这个计算，那么就会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会超过美国的基督宗教信徒的总数。是，杨教授，您的这个调查很有意思，他还点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40多年前在中国人手一本毛语录，但是现在可以说各种宗教信仰都在蓬勃的发展。您认为宗教信仰能够对中国社会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吗？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在担心这些宗教会影响政治呢？您赞同这样的担心吗？我觉得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就在于宗教与政治如何互动。我们看到从西方国家，从全世界各个国家这个情况来看，当政府不能够平等对待各种宗教的时候，要么是扶持某种宗教，要么是打压某种宗教，都会制造社会冲突，而不会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所以现在需要理解的是，宗教应该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公民都有权利选择他想信的宗教，同时政府要对各个宗教平等对待，当不平等对待的时候就容易制造不稳定。那么杨教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请您简单的回答。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史密斯众议员提到了中国民众在寻求弥补那份精神的空虚，您认为这是不是就是现在中国的宗教信仰蓬勃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呢？中国宗教现在蓬勃发展是和社会的转型有关系的。中国从原来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整个社会都在处在变动当中，很多流动人口，当这种社会巨变时期，人们会寻求精神上的答案，这种精神上的答案很多的时候是来自宗教的。所以宗教的兴盛在中国目前这种状态下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势所趋。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的普渡大学的杨凤刚杨教授，谢谢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国的宗教信仰的相关报道，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网址是 voachinese.com。